你找环球邮报的539会员们、读者们，你找。今天是2月21号，星期二，早上的7:40。我们来看看昨天2月20号精彩539开奖的号码。02152329344，我们昨天中两星，6只彩珠中两星，中02290229，啊，我们来看一看昨天销售的情形。昨天销售的精彩539销售的是4200多万，4229万，啊，头奖有一个人中。读的800万，头奖有一个人中，二奖有210，三中四只是中五只是800万，中四只210四个人。那我们来看看呢，39热和彩，今天39热和彩，来看一下它的开奖结果。开奖的结果，精彩539的热和彩。我们来看看画面哈 ，OK， 精彩六合彩539销售金额是2200万，2200万，四合有四个人中，每一注中212500块，3合132人中，2合的4283人中，我们昨天是中二合没有本，签那个回本而已啊。这个是回本而已，这个是精彩539的销售的情形，这个服务电话09150088814，这是我的 LINE 跟远传的电话。